曾经的两位中国运动员都是各自领域在全球都享有盛名的，他们就是刘翔和姚明。可以说，姚明是中国篮球的第一人，他在篮球领域上的成功是前人无法比拟的。刘翔是中国田径的第一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亚洲田径第一人，巅峰时期的影响力巨大，110米栏飞人。现在刘翔和姚明都已经退役，在篮球领域还没有看到下一个姚明的出现，但是在田径赛场上，下一个刘翔已经悄悄出现了，他就是1998年出生的小将曾建航。田径项目一直被看作是黄种人的劣势项目，中国田径在很多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世界冠军，但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，刘翔在110米栏的强势夺冠，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于中国田径的看法。刘翔无疑是功臣，在孙海平的指导下，刘翔取得了一系列让国人骄傲的成绩，但是最终在奥运会上的两次退赛，让刘翔背负了很多的骂名。在质疑声中，被伤病缠身的刘翔选择了退役，结束了自己辉煌的田径生涯。刘翔退役后，虽然中国田径队也出现了不少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运动员，但是没有谁能够像刘翔一样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。而现在，来自广东的小将，现年19岁的曾建航，已经得到了孙海平的重点培养。曾建航身高超过 1.9 米，有着 1.1 米的大长腿，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，就拿到了110米栏的全国季军，在110米栏上已经跑出14秒37的成绩。2014年10月，表现出色的曾建航被刘翔的恩师孙海平看中，带到了上海特训，孙海平也把他当作是下一个刘翔来培养。在2017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60米栏中，曾建航以7秒73夺得亚军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同期刘翔的战绩。现在的曾建航已经是国家田径预备队的成员，他的身上也背负着太多的希望，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在赛场上和刘翔一样为国争光，相信这也是所有运动员努力的方向。